最大，那这个二月台北发生最大的事情就是那个台北灯会，台北灯会的部分，就是听说花了很多很多亿的经费去执行这一个灯会的活动。反正就台北人嘛，所以我也就是常常去信义区逛逛，我们生活圈就差不多都在信义区，反正就是东走走西走走，看看台北灯会这样子。因为我就拍片人嘛，那我是拍片人嘛，那所以我们就是其实，那我们就拍片人嘛，所以其实这种灯光的这种稀奇程度其实没有到太大。那我们就是拍片人嘛，那我们灯光其实已经接触非常非常多，像是有大的面板的荧幕墙啊，或者是什么灯棒 pixel tube 之类的这种。可能平常人比较少看到，但是我们其实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。反正我们就去看看，有些东西是还真的蛮酷的，因为就是规模还蛮大，还蛮特别的。那其他的可能就好像我们平常都看过的东西，就